姚叔要是知道我给你带到这儿来，他非得弄死我不可。这什么话？那我先上。林哥，我对，林小姐无恙。好。再去看看，都九点了，这赵一鸣怎么还不来？你说，是不是在看着？方圆几公里一个人都没有。难道这小子不要这个小妞的命了吗？我觉得正常，谁愿意跟你们冒这么大险呢？喂，喂，赵一鸣吗？是黎叔啊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在家呀，哪儿也没去。怎么了？什么？你敢耍我？你的小妞就在我旁边，要不我就弄死她。我就是耍你呢。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小女孩跟你殊死搏斗吗？我可是身价上千亿，我会吗？好，那你等着收尸吧。他妈的，这小子敢耍我！走，回去，先剁了那个小妞的一条腿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林叔，对不起，都是他们逼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林叔，你们又见面了。赵一鸣，你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是他们逼的我呀，林叔，他们逼我的呀。你他妈的等死吧你！他死不死先不说，今天恐怕你是好不了了吧？没想到被这个王大娘给害了，要杀要剐，今天我不杀你，也不剐你，我只想知道全部的真相。我卧薪尝胆六年，就是为了替家人报仇。所有和六年前相关的人一个都跑不了。你今天必须把所有真相全部告诉我。我要是不说呢？你不敢杀我。你要是敢杀我，上次就不会用甲硫酸泼我。阿杰，哎。把他的牙给我拔下来，一颗一颗的拔，直到他说为止。你敢？林哥，我不好，中毒了，赶紧叫救护车。哎，醒醒，别装了啊！赶紧叫救护车，快去！哎，好。李叔，说清楚。李叔确实是中毒猝死，经过医院抢救，已经换气了。什么？消息可靠吗？可靠。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展调查，我也有被小区转发。这毒中得很蹊跷，我们刚要知道真相的事，他却中毒。我们当时就在那里，你说会是谁下的？林哥，你说会不会是被人提前下了毒，恰巧当时毒性正好发作？刚要下，看来林叔身边的人是不小啊。你先好好配合有关部门调查。另外，无论如何也要查清楚下毒之人是谁，他也许知道全部的真相。来，下去吧。老板，外面有人欺骗你。谁？他自称知道六年前的全部真相。什么？快请进。
行。赵公子，你好啊。你好，听说你自称知道六年前的所有真相。正是，之前呢，我跟你父亲是好兄弟，亲如兄弟，他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，我所有事情他也都知道。我叫老猫。快请坐。好。既然你知道所有真相，如何我报关心的呢？为什么不早点说呢？我不想让别人听到。没事，苗志是自家兄弟，但说无妨。之前我不想说，是我不敢说，我说了怕我没有用，即使我说了的话也没有用。黎叔在整个事件中是不是只是一个小角色？那只是别人的一杆枪而已。那那个人是谁？这个人的地位啊，能撼动整个江岸市。他到底是谁？大侄子，你现在很有钱，咱们谈个交易好不好？原来是为了钱啊，那你就不要提和我爸关系有多好。关系归关系，钱归钱。况且啊，你现在这么有钱，而且你还想知道真相，就是你给我点钱也不算过分吧？说吧，要多少？十个亿。没问题，二十个亿都没问题，只要你把真相告诉我。但前提是绝对的真相。林哥，你不能承认，一看就是他骗。我不光知道真相，我还有证据，证明是谁杀了你的父母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我现在就可以把钱转你。不急，证据我没带在身上，今天下午六点我在光明路等你，让你知道所有东西。好，都依你，下午六点我会准时到。记得一个人去啊，别忘了带钱。放心。那好，告辞。慢走，不送了。你哥，这人绝对是个骗子。我倒是觉得他不像说谎。别扯事了，我自有安排。是。派个人跟上他，保护好他的安全。我不想再出现任何纰漏。明白，我知道去了。去吧。刘亚军，林哥，老猫人呢？我已经派人盯住老猫了呀。我让你盯的人人呢？林哥，您先别急，我马上问一下。赶紧派人找，赶紧找！死了？是的，没有抢救过来。被车撞死的，就是和我约好六点见面，怎么就死了呢？根据现场调查说是个意外。意外？好一个意外！我让你安排人看住老毛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让他发生意外呢？林哥，我错了，我安排人跟着老毛，竟然跟丢了。是我的错。出去！看见没车？是。
明哥，魏阿志在哪儿啊？明哥，我在外面呢。在外面干嘛？啊，明哥，我在调取老猫出事前后录像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先回来吧，这边有重大情况。先回来吧。You're such a fucking hoe. I know you're liking me more, but I love it. 我还想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就是来看看。你不是在调取监控吗？就在这儿。哦，对，我来这儿看看，有没有什么线索？你是来找东西的吧？哦不，明哥，我就是来看看。你是来找他的吗？放在这儿。啊，这一个，我前两天丢的，在哪儿找到的？你知道我在哪儿找的？明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阿俊，太让我失望了！没想到我最信任的一个人竟然背叛我！我没有，明哥，没有。那这颗纽扣你怎么跟我解释？在我来之前，你已经找到老猫，是你把老猫带走，强行制造的车祸吧？所有的证据只想告诉我，约到六点，除了我俩，只有你在场，他却这么突然的死了，不是你还有谁？哥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怎么会背叛你啊？现在所有的真相都通了，林夕，你之所以被绑架，是你在背后帮的。黎叔在即将说出真相，突然中毒死亡，是你下的毒，因为现场只有你接触到了黎叔。明哥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信我？我怎么能背叛你啊？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来这是为了找丢失的女儿。把留下来过的证据，现在铁证如山，你还在狡辩？不是我，反正不是我。阿志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知道我的心吗？现在给你机会，把所有事情给我说清楚。你要是再狡辩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明哥，我没有。老大，哎，把他交给有关部门，是他有没有问题一查便知。等一下，明哥，你不能告诉队长，是吧？那他没有错，你说他没错？阿志，你太混账了！你个都是他逼的。都是你说的，对不对？他是谁？我不能说。小张，是带走。是。李哥，不用追了，他跑不了。那我先报警了。不着急，我就是要看看他到底要去。你找谁？杨老，麻烦您帮我通报一声。有预约吗？你就说我是阿志就成了。
稍等。杨老，杨老，他进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行了，进去。谢谢。喂，老板，阿芝到了养老别墅。养老是江安省的省府养老吗？是。知道了，请来了，注意一遍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告诉过你，不到万不得已别来找我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告诉你，不到万不得已别来找我吗？母老，现在已经万不得已了，你要救救我呀。说说来，怎么就万不得已了？母老，赵明已经发现我了，之前已经知道所有的事，都是我干的。你是不是把我也给出卖了？白小姐，我不敢出卖你啊！你好不容易才跑过来的。跑出来的？赵明明什么人啊？在你暴露之后，还会轻易的让你跑出来吗？我不敢出卖你啊！阿志啊，阿志，你知不知道赵明明已经盯上我了吗？这不可能，他不可能什么？我没有什么人。那我告诉你吧，你之所以能逃出来，是赵一鸣故意把你放出来的，他知道你逃出来之后会来找你的主子，连我杨家的路上一直有一辆车跟着你，你就没发现吗？哦，这不可能，你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。你跟我惹这么大的祸，还要我救你？小涛，你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要逃吗？我不会说你可以给我说说我怎么了？没人知道你。我要是不救你呢？啊，对，你现在本事大了哈，敢威胁我？杨老，杨老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你放心，你只要把我送出国了，就没人知道我了，我就不会出卖给你的。杨老，你也就安全。你知道六年前我为什么要把赵家灭门吗？就是赵一鸣他爸拿到证据来威胁我。我对不起杨老，对不起杨老，我没有威胁你。杨老，你只需要把我送出国，我们两个是一个人，我没事，你就没事。好，站起来吧。你放心，我肯定救你。谢谢杨老，谢谢杨老。你只要听我的话，我不但保你没事，我原来承诺给你的钱会双倍的给你。杨老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听话。好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就安排专机送你出去。听着，阿志不能留，换个老办法给我处理掉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当年害我全家的人竟然是江岸省最大的大佬，我更想不到跟了我六年的人竟然背叛了我。老板，那现在怎么办？
要不要带人硬闯他杨家？先不要打草惊蛇，我们没有任何证据现在。那怎么办？给我盯住杨家人的一举一动。是。杨家任何人都不能给我离开江岸。是。是。杨家，阿志肯定有危险，派个人。是。你好，阿志先生。你好。杨老安排我护送您出去，专机已经到了，请您跟我走一趟。这边请。你不是说带我去坐专机吗？怎么来这儿啊？专机还得等一会儿，您先给我这边稍等。为什么要在这儿等啊？这边比较安全。啊。杨老，对不起，杨老，杨老，我错了，您别杀我。杨老，您放心，你所干的一切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。你看看我是谁？如果是你的养老，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。我一家人的命，六年的付出，无惧错就行了，是吧？你说的对，你打我吧！打你，就是脏了我的手。我问你，是我给的你不多，还是对你不够好？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我没有明白，不是的。我那个时候明白，我需要太多，我没有办法向你开口。他也给了我太多明白，我没有办法。杨老到底为什么要害我全家？这我真不知道，明哥。他就说让我盯住，不让你拿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。然后再找机会除掉你。所以杨老一定是背后主谋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吧？老猫说给我的证据资料是什么？林哥，这个我真不知道，我没有打哥哥，我藏起来，藏哪儿了？说了你们能不能？到现在你还在跟我讨价还价。阿志，你做了那么多错事还想让我放过你，你觉得可能吗？错了。我两个车后备箱里，车在我家小区地库。阿志，我回来再收拾你。走，明哥，明哥，明哥，我错了，明哥。没有找到。啊？后备箱都翻遍了，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。前面翻了吗？翻了，全都翻了。到了。这份文件要是落在赵一鸣手上，我就死不葬身之地了。是你的女儿想见了你，大财务的人五千万奖金，谢谢我，我不敢要。好的，是我手里就走了。没事。公是公，破是破，我给你五千万，也不影响我不杀你。李大，对不起，看在这次的份上，你放我一马。不杀你，你知道阿志知道我多少秘密吗？竟然煮熟的鸭子，在你手上就飞走了。
队长，我现在就去找阿志。现在阿志已经归你管，你也找不着。我现在只需要你去找赵一鸣，让赵一鸣死掉就行。如果谁你既往不咎，杨老，你放心，我们说完了，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。如果不成，赵一鸣的全家就是你全家的下场。滚！明哥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放在后备箱里了，我也不知道他这怎么就不见了呀？你要再耍什么花招，谁都救不了你。一定是他，他诡计多端，一定是他提前给陆总发药。你还知道他多少秘密？虽然一切都是他指使我干的，我能保证。有证据吗？没证据，你在跟我讲屁话呢？啊！阿志，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小李，走。去会会这个江安市首富。明哥，杨老，外面有人出现。是赵一鸣吧？没错，就是赵一鸣。用不用把他撵回去？不用，要来的撵也撵不着，你要进来吧。是。哟，杨老，哟，这不是赵公子吗？杨老还有闲心看书呢。我人老的，就这点爱好，哪像你们年轻人呐、啊，前途无量。我听说赵公子用了几年的时间。就拥有亿万家产，真厉害！我不想和你废话，你知道我这次回江安市的目的吗？知道，当然知道。你不扬言要为你家人报仇吗？你以为你跑得了啊？怎么，赵公子反你，我当年也是参与者。有数没数，你心里没点数？有数没数，这个东西必须得讲证据。你有证据吗？我可要提醒你啊，你可别诬陷我。要不然我要告你诽谤！真是一个无耻的老东西！你敢骂我？我骂你怎么了？不错，我唱年二十人中就有一个人敢骂我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就是你爸！我只想知道你当年为什么要害我全家！你去问你爸呀！你以为我真的办不了你吗？你要是有这个能力，你就不会跟我在这里啰嗦，你信吗？我今天来就是提醒，从我盯上你那一刻开始，你已经完了。年轻人做事要靠谱点，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这个底气，你信不信我今天让你走不出这个屋子？你放心，我敢来，我就能走。我今天把话放这里，三天之内，你必死，和你爸妈当年一样的死法。那我就等着，我倒要看看我是怎么死的。三天，我要是死不了，你就完了。这个弹袋你收好。老板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阿志后备箱里的秘密文件。什么？
不是没有拿到吗？怎么在您这儿？我在他开口之前已经拿到了，后来又做了一个备份放回去了。之所以被杨老拿到，那都是我在做戏给他看。那您现在准备怎么做？刚才去找他，就是为了刺激他早点对我动手。只有他动手，我才有可能拿到他伤害我父母的关键证据。那这个文件袋里没有直接证据吗？这都是我父亲当年收集养老的证据，我翻阅过了，还不足以判他死刑。要想让他死，只有拿到他伤害我父母的证据。您是要拿自己当诱饵？没错，我把这份文件交给你，就是万一我遭遇不测，你可以把它交给有关部门。不行，那样您太危险。放心吧，我命大，死不了。可是也可是了，按我说的做。是，带我去四叶华公司，我要见一见林心雨。是。忙着呢。还好，不算忙。我可是听说你的业务能力超群，短短几天接了好几十个大单，公司业绩一下翻了好几倍。其实我都知道，是你一直在背后支持我，谢谢。你就不要谦虚了，能够帮上你是我最高兴的事情。你以后能不能把身边这些保镖给撤掉啊？几十个，这太夸张了。没事儿，过了这几天就好了。这几天是有什么事要发生吗？没有，你呢就好好的经营你的公司就好了。你现在对我这么好，难道只是为了报六年前的恩吗？以前是，不过现在我是真的想对你好。你们是谁？赵一鸣，你知道你死到人前。你是谁？把你们老大叫出来。我们老大是想解决一切问题。杨老，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这儿。闭嘴，你他妈再嚷嚷老子，我揍死你。我让他出来。你想叫就能叫得出来吗？赵一鸣，你现在是在作死，你知道吗？让他出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赵一鸣，你身价都过千亿了，你不好好过你的日子，你非要报什么仇，要什么清白，对不对？非得落到现在这个下场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？哦，你这是现在的你给我做什么装备？让他出来！赵一鸣，我告诉你，你死都不会见到杨老，因为现在弄死你。等一下。赵公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个王八蛋！我之前跟你说过是吧？三天之内你必死，今天正好三天了。老匹夫少废话，今天我死我认，死之前让我死个明白，我爸到底和你有什么恩怨？为什么要害我全家？老大，你放心，这些我都搜查过了，里面不提供设备。这些有没有都无所谓了。他现在也出不去的人了。我爸并没有和你有什么交情，哪里来的什么恩怨？你爸交情大得去了，我跟你爸你不共戴天之仇。反正你啊都快死的人了，我不妨把全部的真相告诉你，你可要听好了。林小姐，时间到了，都准备好了。出发。是。